画了一匹蓝马的画家，画了一匹蓝马的画家。我是画家，我画了一匹蓝色的马和一条红色的鳄鱼和一头红色的牛和一只桃红色的兔子和一只绿色的狮子和一头橘色的大象和一只紫色的狐狸和一只黑色的北极熊和一只彩色圆点的鱼子。我画得真好。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也喜欢画画，还有很简单。